Hello， 布格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徐伟宁，欢迎来到乒乓乐透时间。第一颗，超能力呢，就是代表你可能拥有这地球上独一无二的能力，而且只有你一个人拥有，然后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成功。我觉得超能力，我的超能力是，我还蛮有韧性的，韧性度非常的大，所以这是我的超能力。第二，凶手，凶手就是谁做的那件事情 的意思。凶手之于我，大概就是譬如说可以连接到目击者，可以连接到有跟我的电影相关的，就是到底谁是凶手，谁才是那个幕后主使人。为什么玩的游戏会有点想要流汗的感觉？第三颗，勇敢。我觉得最厉害的勇敢不是说你知道你知道你自己不敢做，可是你还是克服，我觉得这叫勇敢。那对我来讲，勇敢之于我，就是我觉得我其实在从小到大的人生阶段里面，其实我都知道自己怕什么，包括我知道自己很害怕鬼，不想拍鬼片，我也不敢看鬼片，但是我知道，但是我去克服它，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都是蛮勇敢的。结束。